如来圆觉大智慧，具足慈悲真谛力啊，愿同愚蒙染灰尽，宿灭晦气不净不。啊，知呀，如来已经是智慧圆满啦，三觉具足拢，自觉觉他觉性圆满。具足了慈悲，了解了真谛力，就是咱凡夫啊，好亲像顽童、愚迷啦，这样一直都唔知影啥物叫做道理，也无想要安怎样来修。不受教的顽童啊，也就是不断伫咧惹祸生非，确实唔知影讲周围啊的环境是危险，所以啊不惊不怖啊，这甲咱众生。敢毋是同款呢？但是佛陀亲像世间的主妇，伊道德已经具足啦，学德也完成啊，这种道理德行啊，人格者是遮尔正完全。但是偏偏啊，在这个大体呢，的惯俗、自主，要安怎教呢？确实啊，这大体的惯俗，个人有个人的习气啊，自主呢，阁无有真认真呐、啊，这个自负啊，心。的烦恼，哈、啊、无奈，确实呢，无愿意放弃，所以妙宽释教，用宽卡方便来释法教育，就亲像佛陀在世时，阿难呐、啊。是最亲近佛的一位弟子。有一回，阿难啊，脚趾边生一粒粒啊，叫做萤啊，用文字来写叫做萤虫。那这个萤啊呢，生在脚趾边，真疼哦，啊，已经呢，攻人啦。非开刀不可啊！佛陀呢，就向这位医生讲：“你放心，甲开吧。我会向阿难讲话，来移转伊的精神。果然，在佛陀的面前，阿难啊，用着平时恭敬佛。”专心听法的心，佛陀啊，就用着伊向阿难平时说法的语调，甲阿难讲：“阿难啊，学佛啊，爱及时，觉悟的因缘啊。”爱家己把握，爱要觉悟，唯有呢，六根呐，专注一境，心坐伫这个所在，眼睛呐、啊，
年轻啊，哎，及时集中运用啊，阿难专注。那阿弥听啊听，那不知觉中啊，已经呢，把迄个粒啊开啦，迄个内底的人啊，好隆重吸出来啦。隆重呢，真顺利呀、啊！佛陀就问阿难讲：“阿难啊，会听无？”阿难就回答讲：“我一点啊都无感觉，有人伫咧甲我处理背部的硬疮，一点啊都无感觉疼。”佛陀呢？就听到这个比丘，大家人讲，听法专心嘛，就亲像阿难呢，身躯有病痛，专心在佛与法的一念心，安尼，这个身体的病痛会当治。过去受治疗啦，已经安尼都过啦。佛法呢入心嘛，真体你入心，慧明正定啊，真呢是佛与阿难啊，阿难伫咧治病，佛陀呢用法来疗伊的心。以专伊的注意力，将迄个身躯的病痛转为文化的心理。所以讲，精神集中，佛法入心嘛。迄回志行从马来西亚回来静下。那伫咧座谈中啊，讲到其中一位啊，陈毅吼，这个、年轻人呐、啊，伊个心事，伊讲，因为伊生落来呢，都无有两只手，就是畸形呐，老爸老母。看到这个囡仔生落来都无有两只手啊，所以甲单调去吼，甲弃婴啦。佮有另外一对的夫妻无忍心啦，从安尼甲伊捡转来，好好甲伊请养，啊，这个囡仔呢慢慢大汉啦，同款呢。甲一般个囡仔同款，爱去读书咯，从小学至中学至高中啊。不过总是减两只手嘛，甲一般个囡仔呢，生活心理难免呐、啊，都有迄个自卑感，一直到要读大学。情哦，这个因缘呐，主持人接触啦，开始呢帮助，该助学金嘛，啊时时呢啊该勉励哦，这个囡啊读书读得真好啊，所以啊也到大学，这个中间呐嘛会烦恼啊。那毕业的时呢，啊，要去倒位工作啊？志行因就甲伊讲，毕业了后免烦恼，来分会工作啊，真欢喜，心安呐、啊！一毕业就到分会报道啦，开始所承担的呢是。伊读资讯，伫这个资讯电脑啊，
伊都是这部分有负责，不管是啊，迄个三合一啊所拍的相片入电脑里，或者是呢，这个摄影需要剪接，拢是靠着伊两只脚，安尼呢，伫咧剪接文字输入一切。一记录啊，拢是伊伫咧做。迄回转来啦，我就讲：啊，你有伫咧听话？你有城中祠无？有伫咧文化乡无？伊赶紧徛起来，来到我的面前啦。伊讲：我转去的认亲，好，好，甲师父有约哦。回去认亲，发爱入师门，果然啊，回去足听话，逐早起哦，都是安尼，甲大家人早课啊，听话啦。不过呢，师父那开始讲，诸位同修，伊开始读古啊，困起啊啦。一直教甲讲吼，多用心嘛，伊的精神啦。伊讲吼，足懊恼的啦，要安怎啊？因为呢，师父所讲的是台语，台语听无啦，所以诸位同修爱都困去啊。所以啊，伊呢要安怎听有台语？伊讲，伊精神完全呐，观念紧，一直呢专心，敢那藏伫耳仔里。伊讲吼，有一天，忽然间呐，迄个专精神藏伫耳仔观念紧呐，这个念紧呢，忽然间一声扑一下，安尼开始。达古啦，师父讲的话，达古伊都听有。阁有因伫咧读书会讲心得啊，听有诶人呢，拢一直伫咧写笔记。迄一天，师父讲三角圆满，伫咧分享啊，你诶三角是啥物啊？伊都画互伊看，安尼安尼安尼，那就是三个角啦。三角啊，陈毅就甲伊讲，师父讲的唔是安尼三角啦，是三角啦。啊，伊嘛是写笔记哦，伊用两只脚呢，安尼写笔记，完全逐句话呢，伊拢写落去，甲伊的笔记提出来呢，是三角，这。讲伊什么有亏欠呢？无亏欠，六根顽疾啊！虽然无两只手，不过呢，伊的两只脚万灵。志涵甲我讲，伊的笔记呢，写的是比人的手写的，搁才较工整、较精致。逐句话伊拢听落去。真奇怪，敢那师父的台语听有，别人的台语听无。啊，想，这都是不可思议。但嘛，唔是安怎的不可思议？佛陀相信佛所说的话，就是你的心专注啦，精神合一啦，接受佛法。诚意，用真诚意的心来修法啊，法呢，句句都入心啊。也那亲像顽童、愚蒙啊，那安尼呢，就是一直真正的调皮、顽固，做伊伫咧算，教拢无要听入去，亲像安尼，无关宿命呢。一灾难开始起，还是唔惊，所以啊，迄个大体中者烦恼啦。
要用什么方法会当予人人接受法，法入心，法在行为中啊。这嘛就是佛陀的用心。所以正面的经文讲，舍利弗啊，是中者足是殊为，殊为都要真用心咯，吼。讲我身手有力啊，动意以解，欲以机缘将舍出之。我身手有力啊，这昨咱讲过去啦，身手吼，那这个身就是慈悲，手呢就是智慧呀，慈悲呀，这心要安怎样呢？来护念众生，那双手会当通拔苦啊，这呢就是智慧、慈悲、悲智呢，这表达是身手有力吼。那应该要用什么方法啦？下面就讲啦，动意以解，欲以机缘将舍出之。那意解啦，伫西德就是一种伫咧地花啊，啊较幼的物件，解用包做的啦，包裹物件的器库，啊叫做意解。以用这种的物件，譬如呢，会当来护迄个幼细的动物，比较较幼细的囡仔，用这个物件会当安尼，该保护着吼。啊，这是譬如呢，对法啊较浅呐，根基较低的人，这就是譬如道下根基吼，搁再呢基案基，那就是小基，就亲像咱的地基同款呐。多啊，细细地，或者是托着迄个盘啊，伫咧放迄个装饰物的物件吼。那这敢那会当放较小的物件，摆设装饰的物件。所以小基地、小物吼，那这叫做小安。这大地多啊，就会当放较重的物件，桌顶会当办代志，会当呢载重物啊。所以呢，地物即大安吼。这譬如啦，会当帮助呢，迄、那个小组已经呢较大汉啊，青少年呐、啊，会当停止一朵花体，啊，这个多啊。那门那走未出去，是不是呢？爱贴较悬嘞，安怎呢？来脱离这个灰体吼、哦、啊，这都是一种的譬如啦。对，小筋、中筋呐、啊，这款的人呢，啊，佛陀都爱真用心。要那上筋大气的人啊，以文化呢。就可以接受啊，
都会当了解啊。啊，就是烦恼的呢，是中下根基的人，虽然有听法啦，确实呢，也个无有法度真心入法，真入心啦。所以佛都安尼讲，容我以智慧，但以心通力啊，智慧力来宣说，智见力无为定，就是啊，用安尼的方式，用智慧啊，用心通啊，用这种的力量呢来讲话，敢那用讲话安尼，希望人人啦、啊。有法度呢，来接受，都期待人人将佛陀所说的法啊，这个法会当人人入心吗？令众生呢出三界体，离四道，明五蕴啊。最近这个三界体，大家人应该真熟了吼。那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就是比如这个大体天地之间呐、啊。这个大体呢，众生的心态、欲念，沿着外面的色境，从内心呢起着贪念、烦恼等等。这比如这个大体吼、哦，那离四道啊。四种的颠倒，常乐五净，真呢？几工前才讲，大家人爱知影，正确了解啊，人生无常啊，世间苦难偏多，有啥物款的快乐呢？辛苦啊，关心不净啊，一切都是不干净啊，真正是啊。这四项，咱要好好自我警惕。行五蕴呢，那就是咱色受想行识。吼、哦，那这种五蕴之行啊，这色那就是从外面的色受想行入这个色来。嘛是这几天一直讲啊，用咱的六根用外面的六尘境啊，心内的感受啊，那伫内心呢不断啊的思维吼，啊向外去造作真侪的业力，安尼修得倒转来，那伫咱的不实的内底，所以啊。咱定定伫咧讲，咱来用心听入去吼。那五蕴呢，咱来真清楚了解呀。所以用种种的方法、佛教说法，咱来用心闻法啦。就亲像恶人，虽然啊，较接偏生孽啊，遐尼真痛苦，遐尼真正佛陀。来，医生，你用心，那我和阿兰专心来分离了伊的精神集中呢，伫佛法中。果然呐、啊，这个手术成功啦、啊，阿兰呐、啊，也肺部也硬冲，安尼好起啦，换呢。入心啦，这嘛是一个方法啦。所以讲起来，从下出之呀、啊，福境思维，用安尼说法呢，甲这
下根基、中根基的人，希望因听会入啊，会了解吼，再搁再思维，先对话提出来啦。但是呢，爱搁再予伊敬上一盏脑啊，明一心法，这一心这个法真大，一心大法嘛。但是呢，迄、那个根基真小的人，这个法无法度通入去。但为什么呢？法未入去，那这个根基小呢？那就是执着、速度、五蕴，安尼一人，还阁留着真多的烦恼，烦恼也足多啊！速度、五蕴啊，真呢真大。但是呢，这个法啊，无法度入伊的心。因为烦恼大，心门细，所以呢，大法无法度入伊的心门，干那想要独善其身啊，无想要兼利他人吼，这就是根烦恼还阁真济，那心门还阁真小。大的法呢，无法度好入吼，这个法门通过难呐、啊，要通过这个法的门啊，都未通呐、啊，所以啊，就机门狭小吼，这呢，咱爱安怎样开咱的心门呐、啊，来接受大法啦、啊，唔通讲咱的烦恼，听你真多。烦恼比法较大，当然啦、啊，法都无法度入心嘛。烦恼那大，心门都小啦。所以咱来把烦恼拍开，唔通阻碍心门，啊，心门才有法度呢，把法接纳入来。所以啊，各位菩萨学佛啦，必定爱法。入心嘛，啊，那无呢？咱要安怎会当学得依佛同定啊？迄、那个三觉圆满呢？这是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、啊。